13日晚，刘孜在社交平台晒出与马伊琍一起模仿梅婷的照片，还配了个哭笑的表情包。照片中，刘孜和马伊琍歪着脑袋，眼神迷离，嘴唇微张，神 cos 挂历上的梅婷，三位漂亮姐姐好养眼。马伊琍罕见的长发造型也很可，引来无数粉丝留言，好可爱，那个头发很到位，三位都是大美女呀，不说还以为三胞胎。